民众一边拍影片，一边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广场上有一群人正使出蛮力，徒手移车辆。根据大陆媒体报道，事情发生在甘肃，这群大妈为了跳广场舞，把这辆车推走，好挪出空位可以进行跳。但这里明明就是商业广场的停车场，不少人看到影片都觉得太夸张，又没拦着他们不准跳舞，干嘛挪开别人的车？而且还有民众之前在这个停车场停好车后，接到电话要他移车。不是我在那里拆电脑，我就过去挪车了，结果还把我骂了一顿。我说我过来给你挪掉就行了，你骂人干嘛？网友笑称这些大妈跳广场舞带来无穷力量，不但力气大，碎碎念的功力也很强。但停车的地方跳舞本来就不对，还可以这么理直气壮，这群热爱舞蹈的人可能得先检讨自己。